现在是6:45，该起床准备上学了。起床准备上学了。4月13号星期一的冲冲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每人10块零用钱。一人只有2抽，有这么少？对吼，今天复活节。先复活节关我们什么事？我们又没有放假。130。哦，可以抽那个了，印章，对不对？印。Yes。你们乖宝宝，印章可以多一点，对不对，妹妹？可以选上面这排或下面的都可以。嗯，那我要选上面，一定，这一定是企鹅。哎、欸，让你头跑出去。好嘞。好，那可能是猫咪哦，那可能是猫咪，你要小心哦。还有猫咪在等着你，小心闪滑了。拜拜，拜拜 ，Yes。OK， 下次要抽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试这个印章喽，我的印章喽。好，轻轻盖一下。哇，开始了 ，OK。那我们来开始喽！这一包壁虎，壁虎的脸，可爱小小蘑菇和壁虎的底座，花花印泥，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、粉。真的真的要吗？小小蘑菇，蘑菇有脸，很神奇，这可以给企鹅。就像企鹅拿着书本那念咒语，让蘑菇长大变成有脸的蘑菇，壁虎，然后小蘑菇要插在它的洞洞，叮，哦，好可爱哟，咪咪咪咪，好，那现在是白白的。我们先来试夹住牌的，它是新的，先去旁边，去，我去旁边，我去旁边。夹住牌，红色的，它的底很可爱，用过了，很干净。这个有点看不清楚，要盖喽。白色最恐怖了，它会马上染上。有咬你的。好，再来换橙色、绿色，这种蓝色很漂亮，这种蓝色超漂亮的色。它呢盖了很多，最后一个要盖彩色，彩色。冰，这个你看有彩色的。打开，哇、哦，好白哟、哦！它是不是盖了白色印泥？好了，刚使用所以没有，白心有红色。嗯，4月14，礼拜二的抽抽乐，每人10块零用钱，不丢，每人20块零用钱，你们自己抽啊，没有你拿了一个，然后。语文我领用钱收，太阳你一收。好，姐姐2抽，妹妹3抽。哎，我比比呢？好。你今天不是有？比比2抽。抽中自己抽啊！好。5抽的。耶，爸爸给我们自己弄，他不想管我们，所以就给我们自己用。对啊，你们自己玩就好。耶、yeah, ，85还真的中了。我就爱中了啦！我好喜欢中，我希望有人让我中。不行，26，不要。要是我2个都中，我就死了。240，大的。240是大的。240大的，1178，我用240大的啊，1178。四零大大，
是林大的啊。我们先来弄旁边的东西，我带的这个放旁边。先抽你的小，小的，大的。好，还没，先抽姐姐小的。姐姐有这个机会哟，抽它。我爸有被你们毁。弹珠还有一个这个，来吧，是猫咪用。好，再来我们要拼狗狗的，不对，再来我们要用狗狗的，来探测一下，哪一个它是印章？随便，就先抽，这个好，这个先抽这个，没关系，还有迷你，只要彩彩没有坏掉就好。个是。抽完没有？这就要抽这个或这个。这没关系，反正这至少。哎呀，什么是机器人？这是什么机器人？十六，我抽中这个，这是大奖哎！你看，十六哎！为什么机器人是大奖？你们自己丢的啊！好了，不废话多说，爸爸跑步了，先镶十六个吧。最近都是妹妹镶爸爸的哈，妹妹好厉害，来，镶。刚完爸爸跑步了。拿十六个给我。这鞋这么小，给谁看？这是十六个。早就知道抽这个。我是机器人。我是机器人。我是机器人。不要讲话。哎呦喂呀喂呀喂！你是谁？我是机器人。他是听到什么才会回答？讲话不能太多吗？如果讲一大串，你会不会回答？我这样讲的话，会不会太长了？他听到声音就会回答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要那么近吧。我不想再用机器人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4月16日，星期四，超超乐 ，Action！ 哦，又没中。说自己没中了，一定都不会中啦。会中，我会中。20，大的。中，哈。没中。不是吧？
还是这个人好迷惘啊。现在11:30，该抽抽乐乐。小小学，小小学抽乐。哎，我帮姐姐开。便利贴粉，哈、哦，找到抓错这个了。便利贴粉。便利贴粉。没了，下一个。4月17礼拜五的抽抽乐，喵喵 ，Go！ 哇！耶！哇！你好。53加一。哇！09，不玩了。Oh my god！ 快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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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！是魔法器跑出来的。变香了，你手好香哦。怎么又变臭了？你为什么每次都擦一好？是吗？拜拜。哎，我没有说。4月18日星期六的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这个可以换两抽。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换两抽？因为呢，它5个印章就等于可以换一抽，所以呢，它有10个嘛。包括没有看到。这有10个嘛。好，就我帮你拿。我集满10个印章之后呢，就可以换两抽。20大的。好，等一下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中。终于是100，他进入了165和100耶。你可以选上面一个印章，或者是两个下面的都可以。拜拜，很用心。拜拜的印章很用心。企鹅的橡皮擦是什么？不然贴纸一号到底是哪一格啊？答案是姐姐的小企鹅。6个而已、啊。6个，绝对会录到吃的。现在是11:30，该抽抽乐乐。我们早就抽完了。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抽抽乐。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哎哎，小爱同学，哎，小爱同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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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小爱同学。对，小爱同学，哎，小爱同学，先来个合照。小爱同学，哎，来个合照。小爱同学，合照给婆婆看了。谢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。哎，43，你看人家都比你高了。嗯。为什么角落生物里面会有43？他们在日本啊。那关角落生物什么事？一只壁虎，来我看一下它的身高，是不是能超过炸猪排呢？哎呀，还是比炸猪排矮呢。对呀、哦，那就是这么样拍喽。对，他们脸，然后从大合照他后面一点，来看爸爸，他是主角。看爸爸，3、2。看我，好，
噔噔噔噔噔，啾啾！你好，爸爸。啾，你好，小企鹅。啾。他一开始就在这里，然后他已经爬到山顶了。啾。你好啊，白熊。冰系妖怪，这是热系妖怪。来，拜拜。冰系生物，这是热系生物。你去干嘛？不要推我的脚步生物啦！干嘛？爸爸你好。他们都变冰系了，他已经都这家猪排都冷掉了，你看过期了啦。已经都冷冷的了，都不好吃了。这冰芙都冷了。你的小企鹅，你的护士塞放进去了吧？一个就可以塞三只哦。哦，赚到了哦！我赚到很多格子。你的盒子嘞？你有贴的是吗？这盒子留下吧。圆寸大小，这盒子以后爸爸还有用处。我们可以买那个没有盒子的，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印章。玩偶回来抽，好不好？玩偶。对耶。然后装这盒子就可以。对耶。因为有盒子的，好像才也一个要多一块钱。对。才多一块钱而已。对。才多一块钱而已。可是我一个只能塞两个而已，所以我还需要这个盒子。啊，盒子你们先收，还是给爸爸？这里空的啦，这是空的，可是我需要。好，我还有猫咪企鹅，他们两个要塞这，因为我一个盒子只能塞两个。好，拜拜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车车啦，拜拜拜拜。今天太有钱了，被你们抽到好多大奖了。用心。明天要那个想办法把大奖都藏。富士山，你看人家都比你高了。嗯。来，我看一下他的身高，是不是能超过炸猪排呢？哎呀，还是比炸猪排矮呢。对呀，那就是这么样拍咯。对，冰系妖怪，这是热系妖怪。来，拜拜。冰系生物，这是热系生物。你去干嘛？不要推我的脚步生物啦。冰系了，他已经都这炸猪排都冷掉了，你看过期了啦，已经都冷冷的了，都不好吃了。这冰芙都冷。一个就可以塞三只哦，哦，赚到了哦！那我们今天的车车啦，拜拜拜拜。今天太有钱了，被你们抽到好多大奖了。用心。明天要那个想办法把大奖都藏起来。现在是20:57，该抽抽乐乐。抽抽乐。4月19号星期日，抽抽乐，3、5、1，A3。谢谢零用钱一车，谢谢零用钱一车，没有谈过情吗？过扁扁吗？有没有在听？请问你有扁扁吗？噔噔噔噔，要照节奏哦。我们一起说一次，你有扁扁吗？有啊。好，我们没有。没有弹钢琴吗？没有。好，姐姐三抽妹妹一抽开始来。我就一口。你抽太多了，罚钱。对啊，没有。刚开始是抽一般的抽，结果就哈哈哈哈。妹妹说不定一抽中大奖哦。说不定哦，那就中大奖。对啊，生气生气的掉汤。
快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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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大灯，快走大灯，快走大灯，哈，哈，来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大灯，快走大灯，希望是高中大的，230，印章，印章，第一个这种哎。你今天有没有收玩具？我放在阳台上玩。199嘞。明天下课会收好吗？没有，贴纸一号收。再给你一抽，快。放，我一抽。今天是谁丢？今天都你收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姐姐，我丢太多嘛，我那每次都你丢。知道了。每次都我丢了，来，也没中。也没中，那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杀猪排，这是杀的吗？还杀的呢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杀猪排印章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